吃火鸡面了，今天来露一个，一包面两包料，四个鸡蛋。这个是绿豆饼，这个是紫薯芋泥的，是我最喜欢吃的两个口味。它这个绿豆饼的皮儿是软的，然后里面的馅儿也不会很干，湿湿的那种，甜度也刚刚好。这个紫薯芋泥的，这个椒麻冬菜我馋了好久，有点，我盘子好像拿小了，有点太多了，这看着就好吃，看我都流口水。果然就是很好吃，酸香味儿，带点那个青麻椒的味道，一点点微微的辣。就是好吃啊，喷我，我也是我，它真好吃。您说我也要说实话，这个对于我来说，我这榴莲这边上这些东西，对我来说真好吃。